大家好，应该是9月4号星期三啊，我是在北京，差不多快8点钟，飞机又有点延误。那我想说，等下4个钟头都乌鲁木齐嘛，所以先录一下。那还有呢，设备就很缺乏了，因为我是买了一个那个 SIM 卡可以网路，可是呢，因为它是插卡的，我的新的手机不行，就插在一个旧的啊，旧的是 iPhone 7，所以里面很多东西将来就很难发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自己做个记录啊，所以就先讲一下。还有呢，就是很多资料啊，我订阅的报纸啊什么都看不到的啊。还有我本来想去看这个法国网啊的俄罗斯网，目前这个旧手机还没有设定啊什么的，所以很难。不过昨天就发英吉利海峡啊也发生了船难，真是到处都有啊，不管是富人穷人都是一样。这个不晓得是很拥挤，听说有6个小孩，另外6个大人，12个人。还有呢，中国铁路啊今年开始转亏为盈啊，它这个有一个当然这个应该要看整体的啦，不过大家都有人讲说中国这个铁路投资那么多，有时候偶尔照到很冷清的照片，也有很热闹的局面，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计划是对的啦。他们的铁路网四通八达，交通方便，这也是孙中山的一个实业计划啊。他们能到达这种地步，我们给他鼓掌啊。还看到一个很好玩，赖清德啊，他挑战中国啊。实际上我们在外面常常有些人稍微讲中国的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他既然有实力，怎么不向俄国去讨还被沙俄2018年以后啊，或者1611部薯条以后的各种合约，从中国崛起的土地啊，像这个在世界你看历史确实是这样子啊。实际上一直到1945年，还是疆域被列强给划分啊。像德国，你看它跟2次大战之前的也完全不一样了啊，波兰、乌克兰啊，甚至康德的故乡德国人的都被俄国给占领了。那有没有人现在说要他们还啊什么的？这就是一个国家小弱跟强的一个什么，就说你强的时候，你当然因为要回这算以前的账的话，世界就很糟糕啊，光是现在的账都算不完了。那美国也有一个啊，美国它一直扩张啊，墨西哥以前的加州啊、亚利桑那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墨西哥的。那墨西哥人强的时候像跟你算账的，而且墨西哥好像并没有要求啊，少数的极端的话他是这样子讲。好，还看到个政治上啊，前的纽约州长一个华人助理啊，他被控为北京谋取利益啊，就说像蔡英文要访问啊什么的，他就让这些官员都不去参加各种各样。可是这个东西是因北京的要求或怎么样，可是现在是只要是华裔啊，有沾一点边的就可能会被人家斗争啊。前几天讲那个吴子啊，吴莹啊，他的前夫叫饶什么，听说很有名的，他以前在国外啊，他们都是顶尖分子啊，1900年左右出来的，对中国的批评的非常厉害啊。然后他后来呢也是就回国了，回国里面还当了北大的还是清大的一个院长级的啊，他也是一个随着跟方舟子一样啊，对这个中国的现象很多请辞，没想到无。然后有一篇文章呢就分析这些在美国的这些顶尖的人啊，我觉得在美国啊，我们这一般没什么大的成就的，或者是就这样子过日子好，但假真的是非常非常顶尖啊，前学生啊什么的，他们美国当然也知道他们的能力，就是开头把你给捧得很高，可是呢像现在中美一博弈呢，他们就觉得一下子被这个欺负啊，被调查，所以说那个调查你是真的是让你身心俱疲的啦，所以你本来这么拥抱这个国家遭到这种结果，我觉得美国是很不明智的，用这种仇恨来看啊，他以前的就是都是收集到世界一流人才到这边。乌克兰最近啊好像政府有点乱啊，他的外交部长那位
文质彬彬的，他也请辞，我还没读到为什么原因。那那个《华尔街日报》呢，我还是能看啊，他就讲说，红军城啊，很可能要陷落了，说这个俄国在八月份的进展非常多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啦，因为这个这次的决定，很多人就认为乌克兰轻举妄动啊，为了政治目的啊，让军力消耗这么多。那这个哈马斯呢，他在威胁啊，就等于说你们再继续这样压迫，我就干脆把你们90多个人就杀掉了。实际上一开头他有讲嘛，人夺取人质就是让你不敢动啊，结果内塔尼亚胡完全不理这些事情，还是要继续进攻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残奥继续举行啊，中国是得的金牌最多。还有一个惊喜啊，洛杉矶有个少年17岁啊，他的百米啊跟这个太跳高的金牌，跳高还跳应该跳高，他这位仁兄啊，后来看他是先天的智障，那个残障啊，他那个就是脚一只脚有好像一只手用那个弹簧的，大家记得南非以前有一个也是这样子的残障人员，他有一个很漂亮的模特的太太还有情人啊，结果有一天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他杀了，后来罪不重吧，这样子的。还有一个变心人啊，他是一个男变成女的，而且还有小孩，他呢幸好被淘汰了，不然又有很多文章。不过呢他发表声明呢，他还是觉得很值得啊，让小孩子知道他这位爸爸现在是女的啊，这一些忍耐啊什么的，我想是为了个人目的当然有，可是整体的这个让他们这些男变女能够在女人项目竞争啊，是决定不公平的。好吧，最后一个财经消息啊，辉达的股票继续下跌啊，听说跌了2000多亿啊，他们的营运还不错啦，可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司法部说要调查辉达，这好早以前也知道，不过现在开始行动了，所以啊，在这种政府的力量非常大啊，他一动动辄关灾。好，这个消息匮乏之下啊，我自己做的这个记录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放到网络上啊，就这样子再聊，拜拜。试了半天啊，这个 LINE 还是不能啊。那我用另外手机，我就要转换，所以换来换去效果不是很好，请见谅，拜拜。